门游戏日，保店祝祥源，同庆堂，这应该是以前家里出席的比较出席的一个人。同庆堂石牌，广州石牌同庆堂，重阳国术耀雄威，庆永龙狮笑八方，这是一个，应该是一个啊，咱们的门神啊。这是很多个村儿，冲鹤山是四川任孙，这应该是有一个武行啊，啊对对对，武师的。好好看咱们广州的正宗的武师班啊，这个是西山村儿，有名字啊，我云山东瑞。同，哎，你好，咱们写的是同庆啊，同庆堂了。粤海饭、金波、海燕、和清、和清、和清，我来读一下啊。这个大哥应该不介意，我来读一下啊。咱们这个是这个粤海饭、金波、海燕、和清，此曰民康新竹旺。这边写的啥？挺有意思哈、啊。因为他这个武师啊，是吧？这个云山来瑞清风清，怎么读这个？风调雨顺，新时乐业喜居安。潘氏族亲，敬贺冲贺三十四传孙潘伟松。书戴贵波传，这咱潘氏的这个家族的堂口。金领玉袖空望族子孙，圣树丛中衔起俊秋，比较难啊。亲家王宇更风光中煞嘛，维新红开意气红，甲申中，咱们哪个就是，就是那个这个是远远堂敬贺，就不同的，大家都是